天我们做一个我想吃了很久的贵州地摊火锅，猪肥油、瘦肉、肉末、豆豉、姜蒜、西红柿，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家里面有猪油的话，可以来一点猪油。来，先把这个肥肉炒一下。炒猪油之后，我们下姜蒜。放这个豆腐，来放这么大的小米，来放西红柿，放这个酱开香，放一点这个油豆豉，再把这个瘦肉倒进去炒一下，直接加水。一点点蚝油，放点鸡精调味，蒜苗放进去，一点香肠，再放上去抹油的蔬菜，再放上养鱼给它放下的猪切。都熟了，再烫一点豆芽，来点小蔬菜。来哦来哦，你们要吃的吗？来了，留几个高老羊留到过年吗？把那香肠全部给他切了，全部给他切来吃完，还给他吃鲑鱼。贵州啊，好好吃的。要点肉尝尝来拌一拌一下，好好吃！哇，就是没事在家里面做起来又简单又好吃。